你信不信我可以预知未来呢？预知未来？是的。嗯，不相信。不相信，对吧？对啊，如果你能预知未来，那不得早发财啦。哦，那行，那我就做一个示范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我手上这边有一副牌，还有一张预言纸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请你在里面随便的选一张。随便选一张。是的，任何一张都可以哦。这张。OK， 确定吗？确定。要不要换？不换，不换了。那如果说啊，你选张牌刚好跟我预言这一张是一样的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。对，那这样吧，我再给你一次更换的机会啊，你可以把它换掉，你换还是不换？坚决不换，坚决不换啊。是的。行，那你把它拿出来吧。好。对，好，现在你可以大声的告诉我，你选那张是什么牌？红桃五。红桃五是不是？是的。来，仔细看好了啊，红桃五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你看一下是不是红桃五？啊？真的是啊。怎么回事啊？一模一样，预言的非常的准啊。非常的准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咱们这牌呢，每一张都是不一样的，你看一下，没有任何的问题的。哇塞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